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炮哥。我跟媳妇去广东赶集又回来了，昨天下来了，今天中午又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高速半路，现在吃中午的时候，有点饿了，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好不好吃。很多人说啊，高速上面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贵不贵，好不好吃，走。现在进服务区还是挺严格的，进去还要量一下体温，要戴口罩。想吃什么你就点嘛。这里面装修还是可以哦，但是不知道贵不贵。好贵哦！啊，好贵！哎呀，随便点嘛，饿了就吃，难道饿了就不吃了吗？哇，好像都是40多了，我好感觉好贵啊。嗯。我还以为你骗人的呢。哎呀，我要是不能吃鱼，我要吃鱼的话，我想点一个茄子包。你点的是什么？我点的是排骨。我尝一下看排骨味道怎么样。好吃吗？排骨好吃。我的46块钱哦。你那个这么贵？嗯。我这个才40块。你那是什么？我这个是鸡肉生香菇，我还有个香菇。谢谢。我看一下，试一下。你这个鸡也好吃。但是感觉这个饭有点少，那要不再加碗饭？是这样，有四样，有个青菜，有一个肉，有一个汤，哇，还有个鸡蛋，蒸蛋了呢，还有个饭，总共看起来是5小样。像我这个是最便宜的，40块钱，老婆那个46块钱，他知道挑好的吃。必须的。嗯。但是味道还不错，大家觉得像这样的菜40块钱够不够？这还会有味道可以吃的，挺香的，好够了。你不多喝点汤吗？喝汤啊？嗯，你开车那么累，不够的话我这边还有一个。你吃吧，当你吃。嗯，它这个海带汤还可以，好清淡。广东口味，嗯，味道还不错。它这种全部是真的，好像都是。是啊，它因为真的营养价值比较高，所以它就真的。好，先吃饭。多吃一点。这个汤泡饭也好好喝。要不那个饭够了没有？不够再叫一个饭。够了够了，人要个饭又要多加钱。好像是2块钱还是3块钱？一碗饭。嗯。算了，那也挺贵的。好爽。这个鸡蛋这好好吃。嗯。好吃吗？好爽啊，鸡。嗯，你又喝汤，又吃鸡蛋，太补了。不会吧？小心流鼻血。你别骗我。管他饿了，什么都吃。吃慢一点，赶得慢一点。哇，这个是热的还是什么？这些味道还比较适合我们口味。广东口味跟广西的口味是差不多的。你湖南的口味肯定不是了，你们要辣的。嗯。嗯，好爽。好混啊。吃完啦，光盘行动。吃完没有？吃完啦，走啊。感觉味道可以啊。嗯。哦，不知道是饿了还是什么。这里面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对。嗯，吃起来挺舒服的。走。走吧。哇，里面好多吃的。好饱了。今天吃这个地方感觉还可以，味道也不错，嗯，环境也不错，两个人呢，总共花了
86块钱，大家觉得贵不贵？等于说一个人40来块钱这样子，味道反正是不错的。很多人都说里面的东西贵啊，服务区的东西贵，大家觉得这样子的贵不贵？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要赶时间回去，等下天黑了，拜拜。